right when there's a loud knock.
因你嘅圣子，我哋嘅主耶稣基督，佢同你同圣神系唯一嘅天主，永生永王。请坐。攻读厄扎克尔先知书，上主这样说：你们说。上主的做法不公平，以色列家族，请听我说，是我的做法不公平吗？岂不是你们的做法不公平？如果义人离弃正义而作恶，因而丧亡，是因为他所做的恶事而丧亡。如果恶人远离他所做的恶事，而遵行法律和正义，必能保存自己的生命，因为他考虑之后离弃了所做的一切恶事，他必生存，不至丧亡。上主的话。答唱咏。上主，求你记起你的仁慈。上主，求你记起你的仁慈。上主，求你使我认识你的法度，并求你教训我履行你的道路，引我进入真理之途。我终日仰望你，因为你是救我的天主。上主，求你记起你的仁慈。上主，求你记起你的仁慈，因为你的慈爱由亘古以来就常存在。求你忘记我年轻时的罪愆和过犯。上主，求你按照你的仁慈和良善纪念我。上主，求你纪念我的仁慈。因为上主仁慈又正直，常领迷途者归回正路，引导谦卑者遵守正义，教导善良者走入正途。上主，求你纪念我的仁慈。攻读圣保禄中途致腓利伯人书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们在基督内获得了鼓励、爱的劝勉、圣神的交往、爱怜和同情，你们就应彼此意见一致，同气相爱，同心合意，思念同样的事，以满全我的喜乐。不论做什么，不从私见，也不求虚荣，只全心谦下，彼此该想自己不如人，各人不可只顾自己的事，也该顾及别人的事。你们该怀有基督耶稣所怀有的心情，他虽具有天主的形体，并没有以自己与天主同等，唯应当把持不舍的，却使自己空虚，取了奴仆的形体，与人相似，
形状也一见如人。他贬抑自己，听命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为此，天主极其举扬他，赐给了一个名字，超越其他所有名字。至少上天、地上和地下的一切，一听到耶稣的名字，无不屈膝叩拜。一切信士无不明认耶稣基督是主，以光荣天主圣父。上主的话。感谢天主。福音前呼请大家起立。这儿子答应说：主，我去。但他却没有去。父亲又对第二个儿子说了同样的话，第二个儿子却回答说：我不愿意。但后来他悔悟过来，就去了。两个儿子中，哪一个履行了父亲的意愿？司祭长和民间长老说：后一个。耶稣对他们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税吏和娼妓要在你们之先进入天国。因为约翰来到你们这里，履行了正义，你们仍不相信他；税吏和娼妓倒相信了。至于你们见了后，仍不悔悟去相信他。上主的话。两个讲同样的话，咁你知道个结果啦，一个去，一个冇去到。我今日咧就好想用一句话嚟做主题吓，就带出一个圣经上边时时讲嘅一个主题，就系今日。今日你会葡萄园，所以我将呢一种咁样嘅耶稣嘅说话咧，主要系出自新约。特別是路加福音特別多今日的一個主題，所以我稱這種這樣的邀請叫做今日的靈修。看一看這幾篇讀經給到什麼
乜嘢啟示我哋嚇？好，第一篇讀經嚟自厄則克爾先知，呢個大家都知道，亡國時代、充軍時代嘅先知。充軍裏邊嘅以色列人覺得自己嘅生活好困苦，佢就埋怨，向天主埋怨，話天主你唔公道，祖先嘅罪點解我哋作為子孫嘅要承擔？呢啲係唔公道，認為佢而家落得呢啲咁樣嘅亡國嘅收場咧，係祖先犯嘅罪，但係我哋作為子孫嚟要承擔。嗱，今日天主藉住先知去答覆佢，話俾佢哋聽，每個人要為自己嘅罪過去承擔，唔好賴人。其實嚴格嚟講，呢班人犯過啲乜嘢嘢，我唔知道。有一樣嘢好明顯啊，竟然向天主投訴啊，話天主唔公道，本身就驕傲自大，邊個夠膽話天主唔公道？本身就係一個過失，所以最緊要嘅就係你醒覺到自己嘅錯誤，能夠悔悟過嚟。今日啊，唔好喺度埋怨。如果佢我唔知當日嘅以色列人聽咗先知嘅說話之後，有冇立刻悔悟過嚟？如果佢悔悟過嚟嘅話，天主臨在喺佢生活當中咧，即使係困苦嘅生活都好唔同。聖靈裏邊好多作品都係喺充軍嘅時代寫，但係作者寫得係完全唔覺得佢哋凄慘啊！我成日都介紹你哋。聖靈耶三啊，就係呢啲咁樣，喺一個困苦嘅環境底下，因為天主同佢哋喺一齊，所以唔覺得咁辛苦啊。最緊要係天主與我同在，所以聖靈嘅作者亦都提醒我哋嚇、啊，其中一首我成都有提過你哋啊，聖靈九啊五係一首好靚嘅聖靈，我哋每日都念嘅，第一課一開始就念聖靈九十五。裏面就有呢句今日靈修的說話，今日你聽，你應該聽天主的聲音，不要再心硬。你今日聽天主的聲音，不要心硬。天主是每一日都有些機會邀請我們聽祂的聲音，但是都希望我們能夠回應到天主的呼召。好，这个是第一篇读经给到我们的启示。第二篇读经来自腓利伯书。腓利伯是保罗建立的教会，这个教会里面的人呢，有一种不是挺好的习惯、就是自大和喜欢争论，经常都很多拗撬。保罗为了改变他的这种这样不好的习惯呢，就用了當時流行在禮儀上的一首基督頌，這個基督頌是一首歌還是當時的祈禱文呢？我們無可稽考了，只不過說這首基督頌是很漂亮的，文字很漂亮，告訴我們天耶穌基督有身為天主，但是空虛自己，拿了奴僕的形象，聽命至死，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穌基督他是天主，但是他自己空虛自己，取了奴僕的形狀，因為他聽命至死，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天主舉揚他，使到耶穌基督在一切的上面，天上地下的一切一聽到耶穌的名字都要屈膝下拜，众口同声要承认耶稣是主。耶稣基督能够有这么高的尊位，就是因为他能够空虚自己。所以这首 很漂亮的基督徒是圣保禄拎来教训腓利伯的教育，不要自大，不要那么多争论，学耶稣基督空虚自己，甘愿为别人牺牲自己。有多少腓利伯人聽到呢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結果是怎樣。不
過起碼呢，腓利伯的教友覺得這篇書信是很靚，所以呢就傳抄，抄給其他教徒了。所以現在我們能夠臨出去呢，聖保祿的書信往往是這樣，如果是很靚的，會通道教會都會抄。我們知道有一篇呢，那個教會沒有抄到，幾人失咗的，就是其中一篇格林多的書信。格林多應該有三篇，其中一篇中間那篇就沒有了，因為那篇聖保祿是鬧那些教友，鬧得很厲害，人鬧得那麼厲害，不好意思抄別人。所以這一首論文他覺得很靚，特別是基督徒還在這裡，教他們要空虛自己，謙遜一點，好像耶穌基督一樣，天主會舉揚你。所以當日希望腓利伯的教友能夠聽懂保祿的意思。今天到我們了，我們同樣聽這篇讀經，教我們空虛自己。今天你聽到你的反應怎樣呢？你們自己說吧。我們今天很多時候都會好像腓利伯的教友一樣，有一種自大的傾向，我們很喜歡標榜自己，我會稱為自我膨脹的時代，個個都說自己的，要突出自己。都記得聖保祿的教訓，今天聽聖保祿的話，耶穌基督空虛自己，天主會舉揚你。第三篇讀經來自馬太福音，這個比喻很簡單清楚，沒什麼難度。阿爸叫兩個仔去工作，一個就說去，最後就沒有去到，一個就說不去，但是後來就覺得悔悟，就去了。耶穌就問這些當權的人，你說兩個仔誰個聽阿爸話？那他們要承認是後面那個。耶穌逼他們自己說，因為耶穌是對著這班人說的，即是說暗示你這班人個個都說自己守法律，但是其實呢就沒有守到法律的精神。這一班你稱他們罪人，比方税吏啊、娼妓，但他們悔悟嘛，悔悟過來，反而那些他真的聽天主的話，好過這些你得過賣口乖的啫，根本就沒有守到法律的精神。所以希望當日這班當權的人有人聽得懂耶穌這個比喻，如果聽了之後有反應的，那才有意思。因為耶穌說到明，今日你去葡萄園工作，聽了之後你去不去啊？所以這個就是今日的靈修。好，我們反省聽完這篇讀經之後今日的靈修。今天的靈修其實是想帶出一個恩寵的時刻。今天的靈修是說天主是在一個具體的時間裏面邀請我們的，而這個時間呢是今天。新約裏面我都說，特別是路加的福音特別多這些今天的靈修的句子，我帶領你們大家去聽一下，看你記得你都幾多。這個是天主不同時間去邀請人。耶穌誕生的時候，天使出現就講了這幾句話。今天在達美城裏面有一位救主誕生，他是主麥西亞，是天使對當日的牧童說的。牧童聽了之後怎樣，大家都知道牧童立刻起身就去，所以牧童回應了天主的邀請，今日有個救主誕生，他們就去。其實當權的人都知道的，因為幾個賢士不見了粒星的時候去問嘛，麥西亞應該生在哪裡，他們知道聖經很清楚說他會誕生在伯特利這個地方，但是結果呢整班都沒有人去到，所以說這個
你聽到天主的邀請，冇動心，呢個係錯過咗恩寵的時刻。第二次我哋又聽到係耶穌三十年之後，耶穌出嚟，翻去自己的故鄉，入到會堂，拎起聖經《以撒以亞先知》嚟讀，讀完之後就坐低講咗呢句話：你哋聽到嘅聖經今日應驗啦。咩意思啊？以撒以亞係講墨西亞來臨嘅時候有啲咩事會發生啊嘛？盲嘅會睇到，聾嘅會聽到，婆子會行走啊嘛。咁而耶穌講完之後就話：你聽到呢段聖經今日就應驗啦。即係話耶穌基督就係以撒以亞先知所講嘅佢哋等待嘅人物。結果係點？大家都知道啦。佢哋都驚訝耶穌能夠講呢啲咁樣嘅説話，但係最後係點咧？最後就想推佢上山，拱佢落山啊嘛。總之拒絕佢，唔接受一個人物先知喺半鄉唔受歡迎嘅。嗱，呢個又呢班人又錯過咗恩寵嘅時刻啊！耶穌講道理嘅陣，亦都有咁樣講啊，叫我哋唔好憂慮明天，唔好憂慮食咩嘢、著咩嘢啊等等。最緊要嘅就係你今日最先追求天主嘅國同佢嘅義德，其他嘅嘢天主會自然俾你。嗱，咁有幾多個聽懂咧？唔好憂慮明天咁多嘢啊！記住今日去追求天主嘅國同佢嘅義德啊！呢個係耶穌嘅邀請嚇。好，耶穌邀請一啲具體嘅人物，起碼我哋聽到有六個中途清晰地係回應耶穌嘅邀請嘅。咁睇下你記得邊六個啊？西門伯多祿同佢嘅兄弟安德勒，約望同佢嘅兄弟馬各伯，呢兩對漁夫，耶穌行過。來跟隨我啊！佢哋就捨棄自己嘅漁網等等咁去跟隨耶穌啊！仲有一個就係税吏馬竇，耶穌行過税關，見到佢坐喺度，來跟隨我，佢就起身跟隨耶穌啊！第六個可能你哋好容易記得啦，第六個係腓利伯，耶穌路上見到佢，就對佢話：來跟隨我啊！腓利伯就嚟跟耶穌啊！所以呢六個鐘頭就係一啲好爽快、恩寵嘅時刻。今日耶穌叫我立刻去跟隨，所以成為我哋偉大嘅鐘頭啊！咁好多其他嘅人物裏邊，即使唔係鐘頭，耶穌有時都會召喚啊。比方好似雜海就其中一個路加特別提出嚟嘅人物啊。他想見耶穌，爬上棵桑樹，耶穌見到他就對他說：澤海，你快點下來，我今天要住在你家。澤海就很開心去款待耶穌，耶穌又說第二句：今天的靈修，今天救恩來到這一家。很清楚，今天因為他回應將自己家產一半給窮人，然後誰騙過誰，我四倍賠償。這個人回應得很爽快，所以救恩今天來到這一家。耶穌入耶路撒冷的時候就為耶路撒冷哀哭，因為耶路撒冷的人拒絕他，裡面耶穌也都說了這句這樣的話：恨不得你今天知道你有關你平安的事。意思就是說將有一天大概三十年後耶路撒冷會被羅馬人攻陷了，沒有一塊石頭搭在另外一塊石頭上，即全部被羅馬人剷平了。巴不得你知道今天你知道有關你平安的事，你拒絕了天主，所以就這個是你們自食其果。去到耶穌死的時候，
耶穌都繼續有呢啲今日嘅靈修嚇，你記得有道嗎？有道對耶穌講：當你為難時，請你記得我。耶穌立刻答應佢：今日也同我喺樂園裏邊嚇。嗱，聖經裏邊充滿好多今日嘅靈修，通通都係帶出呢個係恩寵嘅時刻。嗱，我哋反省嘅時候，不妨反省一下。我哋一講時刻咧，我哋會想起過去、現在同將來。一講時間，我哋個個都有啲咁樣嘅想法嚇。但如果你想清楚咧，過去過咗噶啦，將來又未到。其實你只生活喺現在，人只生活喺現在，事事都係現在。但我哋呢，忘成日都忘記呢一樣嘢，我哋斤斤計較過去發生咗嘅嘢，好緊要呢啲嘢，糾纏不清，因為你嘅過去，特別係一啲唔開心嘅嘢，你事事都記得，搞到你自己係好唔自由。你諗一諗係唔係啊？你哋而家心理學學所講嘅童年陰影啊，咪就係一幾十年前你仲記得做乜，但係你成日都記住，放唔低。生活上種種嘅創傷，俾人激親好，得罪好，點樣都好嚇，嗰啲創傷成日都喺度放唔低。呢啲係過去咗嘅嘢，但係人就係咁放唔低。將來都是一樣，有時將來為你太重的包袱，別人對你的期望令到你呢很辛苦，很大的壓力，所以做父母不要給那麼多壓力你的子女，不要說一定要他做什麼做什麼任務，這個他的未來好像被你們決定了，很辛苦的。不妨教他們好好把握現在，我們現在很喜歡說活在當下，这个是真的，圣经早就讲这些今日的灵修。我们太紧张过去，亦都受未来为自己加多很多的压力，不必要的压力。如果活在当下，每一天天主总有机会叫我，总会能够是我恩宠的时刻，为什么我不好好掌握住呢？所以让我们好好记得今日呢一樣嘢嚇，好，最後我用《天主經》嗰幾句話，你記得，其實裏邊包含曬呢啲嚇。最緊要嘅就係求天主賜我每日嘅聖能，呢個係最重要。對於我嘅過去，只係求天主寬恕我過去嘅罪過，天主會。對於未來咧，只係求天主唔好使我陷入誘惑。但是最重要的此刻天主你赐我每一天我需要的食粮，无论这个是肉体需要的或者我灵魂需要的精神食粮，每一天我都要天主的赏赐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好难地起身与天主宣发信，我信唯一的天主，他为王人类，永为王。
春兄弟姊妹，让我哋呢个团体，将我哋每一个人，连同自己嘅家庭、我哋嘅教会，以我哋社会嘅需要，都向天上嘅慈父祈求。所有祖民嘅答句系 ：Lord of glory, be our prayer。请为教会祈祷，求主帮助世界主教代表会议嘅与会者共议同行，使教会成为信友寻获生命意义同埋希望嘅原地。为此，我哋同声祈祷。所讲的话，使信友真正参与教会生活，共同为福音作有力的见证。为此，我们同声祈祷。共議同行的貢獻，為此我們同聲祈禱。請為青年人祈禱，青年人追求真理和踏實的靈性生活，求主使世界主教代表會議共議同行的結果，能夠引領青年人勇敢面對新時代的挑戰，並因與基督相遇，更能參與教會的使命，給世人帶來希望。為此，我們同聲祈禱。来看待近人，现在都让我们静默片刻，让我们心中所求都奉献给上主。使到我哋能够喺每一日嘅生活里边，意识到你临在我哋中间，聆听到你对我哋嘅邀请，回应你对我哋呢份恩宠嘅时刻，我哋咁样祈求，因你嘅圣子，我哋嘅主基督嘅名，求你俯听我哋嘅祈祷。阿门。正确，奉耶稣名上。Thank you.
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同你哋共同奉献的圣祭。我上主从你手中收纳这个圣祭，为赞美列国荣耀的圣名，有荣耀的圣名，圣名的主。仁慈的天主，求你接受我哋的献礼，并藉此圣祭为我哋开启一切祝福的泉源。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求你俯听我哋的祈祷。愿主与你哋同在，心灵同在，举心向上，同心向上。敬重感谢主，我哋嘅天主，这是所当蒙的。主圣父，全能永生嘅天主，藉住我哋嘅主基督，我哋时时处处感谢你，实在系理所当然嘅，并能使人得救。基督怜悯人类的过错，甘愿由童贞女降生，受十字架的苦刑，救我们脱免永死，又从死者中复活，赐我们永生。为此，我们随同天使总领天使以及天上的神圣，歌颂你的光荣，不停地欢呼。将为你们而牺牲。晚餐后，他同样拿起杯，又感谢了你，交给他的门徒说：你们大家拿去喝，这一杯就是我的血，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，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，以赦免罪恶。你们要为纪念我而举行这事。信德的高子。因圣神合而为一，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诲，我哋嘅教宗方济各，我哋嘅主教周守仁枢机，以及全体教士，使佢哋喺爱德中日趋完善。求你垂念我哋嘅兄弟姊妹，佢哋怀住复活嘅希望而安息，并求你垂念所有去世嘅人，使佢哋享见你圣灵嘅
荒廢。求你垂憐我哋眾人，使我哋能夠同天主之母、同精靈福瑪利亞、聖母嘅正佩聖約瑟、諸聖宗徒，以及歷代孝愛你嘅全體聖人共享永生，並使我哋藉住你嘅聖子耶穌基督讚美你、顯揚你。讓我哋一齊領唱全能天主。
请看，除免世罪者，今日离父宴嘅人系有福嘅。领主荣，请求玛利亚。Thank you.
我哋既全部基督嘅圣死，分担佢嘅苦难，求你使我哋都能同佢共同继承天上嘅光荣。佢系天主，永生永王。只有几项事宣布。十月系玫瑰月，所以请大家记得勤念玫瑰经。咁今日弥撒后，我哋会公演一段玫瑰经，欢迎大家参加。嚟緊嘅星期五係 First Friday， 所以晚上八點喺呢間聖堂有明公聖禮，大概一個鐘頭左右。嚟緊嘅星期五，嚟緊星期六係 Father Russell 啊，劉聖二神父嘅喪禮彌撒，係十月七號星期六上午十點喺九龍華人書院嘅聖伊納爵士堂，歡迎大家去參加。願主與你哋同在，請大家俯首接受天主的降福。願上主降福你哋，保護你哋，願上主嘅慈顏光照你哋，仁慈對待你哋，願上主轉面垂顧你哋，賜你哋平安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、圣神的降福临于你们，并永远存留在你们当中。弥撒礼成，感谢天主。礼成 when his name is Jesus。